台湾大小事看到，在这个月20号，彰化有一名男护理师，他独自来到南投金龙山来这边爬山，结果被歹徒给盯上，洗劫身上的财物，把他衣服都脱了，绑在树上。南投警方前一天傍晚逮捕了其中一名歹徒，画面曝光，交给吴鹏兴。好，主播带你来关心南投警方抓歹徒最新的画面曝光了。这名突姓嫌犯被远警压制，团团包围，双手反铐在地。带你看一下现场画面。这整起案件呢，是一名彰化的男护理师，20号当天独自到南投爬金龙山，遭到两名歹徒洗劫，甚至将人扒光了上衣，反捆在树上。被害人历经12小时惊魂，终于脱困。而南投县长林明珍前一天更震怒哦，要求警方尽速破案。果然，在傍晚5点半，警方发现了突姓嫌犯的行踪，出现在南投埔里，大批警力呢是出动来围捕，而这个地点刚好就在一所国中校园旁边。当时呢是下午5点半，刚好就是放学的时间，而警匪街头追逐也引发侧目。而嫌犯到案后声称他是临时起意，讯后呢被依照强盗罪移送侦办。最新消息时间，交还棚内。苗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有位周姓的女法官被指控说疑似看不惯、行为偏差少年，居然将当庭要求少年要打自己的耳光，而在法庭上动私刑，造成这名少年身心受创。苗栗地院现在也证实这个消息，将要召开自律委员会，这名女法官最终将会面临撤职的处分。你们会不会感到非常羡慕？对着台下的听讲者侃侃而谈，口条清晰。讲台上穿着紫色上衣的，就是苗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的周姓女法官。那我觉得在台湾呢，还不构成到这个抵抗权的行使这样的要件。周姓法官被投诉霸凌涉案的少年。2019年，周姓法官疑似看不惯行为偏差的少年，竟当庭要求他打自己耳光，在法庭上动用私刑，让少年身心受创。还有社工投诉女法官在处理另一件少年案件时，竟长达半年都没有开庭。社工认为少年被关过头，求助上级，事后竟然被女法官秋后算账。那后来周法官，有打电话去社会处去沟通。我们社工他是一个很认真而且很用心的伙伴所以他在这个工作上，他当然会有他自己的考量，但是绝对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受影响。周姓法官是否对少年动用私刑，苗栗地院调查却有歧视，女法官最终将面对撤职的处分。我们初步了解，确实是有，也要开自律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理。其实这已经不是周姓法官第一次出状况，他在担任检察官时，为了要给检察长惊喜，竟然以办案之名偷查检察长的生日个资，还曾经在法官的宿舍放火，这次又卷入私刑国长案件，荒唐事迹再添一桩。简苗丽综合报道。西滨新丰路段的限高门架被撞坏了，这让载着大型吊杆的拖板车在经过台61线北上70公里处撞上了限高门架。民众说驾驶疑似呢在这边硬扯卡住跑不掉，公路总局表示驾驶现在得赔偿至少是20万元到30万元。下过雨的路面相当湿滑，一台台大货车小心翼翼慢速行驶，但这时却有一辆载着大型吊杆的红色拖板车头过了吊杆，却硬生撞坏限高门架。应该是它有硬扯，然后就它卡在中间没办法跑掉。这已经好几次了。附近店家更无奈表示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。而这次事故发生在22号中午12点，台61线北上约70公里处，这辆超高的拖板车撞上门架，不断大力摇晃，车上的吊杆更卡在门架上动弹不得。公路总局获报后，也立刻派出拖吊车救援，移走吊杆，并紧急封闭内线车道。他是停留在现场，所以警察也是依据规定去开他罚单。出库的话，大概还是要赔偿可能20到30万。这个路段连接竹北及新丰的凤鼻尾隧道，限高4.6米，但从开通以来，尽管设置多面告示，但撞坏限高门架的事故仍频频发生。公路总局也呼吁用路人要多加留意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记者何孟谦、彭新美新竹报道。台南警方查获了一间越南按摩店，但是暗藏春色，老板娘自己是模特，露出了这丰满上围，拍了火辣照片，还用 LINE 的群组来推波揽客，甚至拉同乡越南女子一块来赚钱。这寻芳客是口耳相传，按摩店的生意非常的好。警方埋伏等人上门来突袭稽查，已将女老板等3个人依照涉违法送办。
21号凌晨，警方大动作突袭稽查这间越南按摩店，穿着粉红色洋装的女服务生一脸吓坏了，疑似刚完成性交易。警方找到两团卫生纸带回去当证据。这间越南按摩店寻访客口耳相传生意非常好，因为老板娘身材超火辣，亲上火线当 model， 宣传照特别诱人。黑色薄纱挖空照真的超性感，每一张暴乳照都让人看了喷鼻血，惊人上围大方露出事业线。女老板还借由赖群组推播自己性感辣照来揽客，甚至还揪同乡的越南女子一起下海赚皮肉钱。在该店二楼啊，超过软性女服务生啊及一名男客啊，刚完成全套性交易。警方埋伏伺机稽查，等到寻访客上门，一举破获这间暗藏春色的按摩店。而老板娘用身材优势来做生意，男客人还有女服务生，一共三人，通通被依涉违法函送法办。记者赖冠章台南报道。好，谢谢小豪主播。现在呢，在午间也来到我们的中天的频道来跟大家聊天互动。好，现在午间新闻，大家来跟小豪主播午安，还有制作人也要来找一下小豪主播。但是小豪主播今天是休假的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，如果说他待会要来加班的话，就可以进来跟大家聊聊天。好，不过持续再来看到是在上午7点半左右，在彰化的中山路三段汽车清洁剂的仓库突然窜出了猛烈的大火，还有浓烟，整个库房都被熊熊的火焰给烧毁了，甚至远在几公里远都看得到。300多平厂房付之一炬，起火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。